你好，我是董正龙，欢迎你报名呢台湾的第一届网络行销超人高峰会。那几件事情呢要提醒你，首先呢，你在这个页面的这一边呢，你会看到一个 auto subscribe， 这个是如果你想要呢能够呢持续的参加我之后替大家举办的免费的线上演讲的话，OK， 那你就可以在右边这边的 Auto Subscribe 那边，自动订阅的意思，那边打一个勾。然后接下来呢，在这一边呢，这边有一个 Yes Subscribe Me， 就是是的，然后呢，请订阅我，那边也给他按一下。这样子之后呢，我所举办的免费的线上演讲，你都可以免费参加。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有特别呢，会在开始前发。就是开始前大概15分钟发简讯给你 ，OK， 我们不会打电话给你，基本上 ，OK， 所以呢，为了确保呢，你呢能够真正的及时的参与到这个精彩的高峰会，那所以呢，我们会建议你在右边这边呢，不在这一边呢，确认一下这边呢应该要显示 Taiwan 哦，你会看到一个 Taiwan， 然后接下来呢是你的手机 ，OK， 手机号码请去掉0，如果你是台湾手机，请去掉0，然后呢。从9开始填 ，OK， 然后确认一下，哦，如果你之前有输入错，这边就把它输入正确。然后呢，接下来呢，这边旁边有个按钮叫 SET，SET 大写的 SET， 那给它点一下，接下来呢，它就会弹出一个视窗通知你说，你已经确认呢，会收到手机通知了 ，OK， 手机简讯的通知了 ，OK， 那呢，非常期待你呢，能够到时候莅临现场 ，OK， 在网络上，在家里就可以参加了。那我到时候呢？会透过一系列的信呢，跟大家介绍呢，这一次高峰会的一些重点在哪里。OK， 谢谢你的报名，拜拜。